冬季快乐呀，我是小黄瓜。其实这已经是第五遍录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很开心的说出我自由了这句话了。说好今天是下播之后直接一遍过的这个视频。我家的猫睡醒了啊，重录。我家的猫打翻了我房间的被子啊，重录。刚刚录到一半，反正最后一次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包粽子突然之间躺下了，然后那个真空包装跟外面的塑料袋就发出那种咯楞咯楞的声音，重录，真是太牛逼了。然后对的，我自由了，上海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吗？也都自由了，现在距离我自由了已经过去了47分钟。我本来准备12点钟就准时在小区门口等着，然后看着保安大爷的眼神一点点往外挪动。后来想想不对，今晚要录视频，那就12点半看着他的眼神往外挪动。现在这样看的话，可能2点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保安大爷的眼神了，因为他应该在保安厅里打盹。
像抠不出来，换一个。坏了，是一小团纸巾进去了就不想出来了，总不能放在里面睡吧。
猫猫一定要喝自己杯子里的水，不管自己换什么杯子。我已经让了三个杯子给我的猫了，但他们还是，就他们一直要喝，我就把杯子让给他们，我再买个新杯子，但他们还是要喝我的水。